其实，什么？真的咩？但是我蛮开心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华人的歌手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乐坛里面呢，虽然没有像国外的有这么多的帮忙，以及他们电视台会很大力去support他们的歌手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华人每一个歌手都是相当相当有实力的，因为如果华人的歌手不被看好的话，我们怎么可以更团结呢？所以，每一次听到有人说唱跳歌手的歌手啊，唱慢歌，他们是没有实力的。但是每一次我听到这句话，我都很想要推翻他们这一些观念，因为其实当唱跳歌手是最难的，因为，对不起，尖叫的点在哪里？因为唱跳歌手其实他辛苦的要比别人来的更加倍，因为他要练习他的肺活量，他唱歌不能喘，当你喘的时候呢，就会被媒体写说他体力不好，然后他唱歌很喘，不适合当唱跳歌手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更加倍努力的去练习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每次有人说唱跳歌手他是没有唱歌的实力，我都非常的生气，因为像华人的颁奖典礼，你们大家都看到都是抒情歌手得奖比较多，可是在国外得奖都是唱跳团体或歌手，雷公安排的。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，因为华人的歌手唱跳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支持我都在雷，我会一直跳下去的，因为虽然有很多人都会说你凭什么叫亚洲舞王，不是我说的，我喜欢跳舞的，你们是喜欢看我跳舞是不是的，因为跳舞是一个很舒服很爽快，我觉得是我很拿手的东西，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就是每一次看到每一个歌手，不要我，你们只要看到有跳唱歌手，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给他们最大最大的掌声。重点要唱现场的才可以掌声吗？对嘴的我们不要给掌声，因为他骗人的啊，记不记得哦？其实要办这个五极限这个演唱会，舞蹈真的比我以往来的还要更激烈，然后更多动作。一开始公司有说你要不要对嘴，我说我以前来香港参加颁奖典礼，如果很多香港的朋友们你们还有印象的话，我曾经有一次喉咙沙哑，我参加颁奖典礼，我唱自我催眠，你记得吗？我的声音当时是我想要学会自我催眠，可是当下的时候是我很多很多的 SFC 的歌迷朋友们，他们帮我大声的把这首歌完成，在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样很坚持的，我要把我最原始的声音，就算我今天声音不好我还是要唱现场，因为这是我对舞台的尊重。你们周末常常会去唱 KTV 吗？常常点我的歌吗？其实我的歌很难唱，我都觉得很难唱啊，我曾经在 KTV 唱我的歌生气，key 太高了，还不还啊？
很多男生唱我的歌啊，比方说他们很会抓 timing， 你说我比较像你的我十五二十二十，只是不，他们会逃避高音的部分，怕唱不上去。我每次都觉得我的歌怎么会，我下次唱低一点好不好？啊？好，希望今天在这个地方，现在这一个阶段，我们来一个 KTV 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点歌，三羊肉糕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我有吗？哪里？所以我不敢讲广东话，就是这样啊。哒啦，好了，我点歌，我讲中文好了。三二一一零零，搞笑。我不是故意，刚刚我没有说出口，想笑就笑，想逃就逃。我广东话真的很红，蓝色的碗盘多满一汤，我忘了没人陪我。有多少期待的从小，无辜的悲伤，才会让我们真的忘了你的好。我在大小街着热闹，掩盖着心跳，边哭边笑边要说着一个人怎样。当人群散了，突然觉得我可以死掉，我受不了。我在发烧，却在最后眼泪拼命掉。你的离开失去多少，我计算不了。忙完了一天，突然觉得又何必辛劳，对谁炫耀。
不要眼泪，爱。